今天就是正月初九了，在新的一年里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。我们上班的话还要等个两天，因为这要过了我们一个小老表的喜庆日子过后啊，才开始正常性的上班吧。今天的话，我们也就是收拾一下，到我小老表他们家里去看看，有没得啥子忙需要帮助的。取好了吧？好的。你来几人吃吧？整的尽都是肥筷子了。那就是这些嘛。你还拿吗？那就是这些嘛，就是这些嘛，就装了嘛。装。妈呀，这肉哦，朋友们。哦，四个指头厚的肉。装两个口袋嘛，装一个不好夹。行。来。这肉啊，其他倒稀罕了。前几天我们一家人就在商量啊，送个啥子礼啊，最终一致认为啊，加上几块腊肉吧。虽然说这个礼轻，但是人一重啊，肉是肉的肉啊，其他是其他的肉，希望他们不要介意吧。做好了没有？做好了。今天把陆大师带上前去帮忙。勇勇，我们今天走哪儿去？喝酒啊。喝酒。喝酒。走，朋友们出发。老大，哇，你那都揉着大，给你们拿的呢，快拿下，挪下来。哪里？是吧？嘿，弄少点还该还怕不够嘛？呀，摔到后头吗？你怕不摸？我给夹脱来，我丢一坨，我夹脱，走。哎呀！这肉够了吧，大宝？够了，你拿着那么多呢。嘿嘿嘿，啊，反正拿来吃嘛。不晓得拿口袋，武汉就拿口袋。哎呀，这又不是啥子好的东西。今天我们也就是提前两天就来了，他们的婚期的话就是定在，正月十二，十一的话谢客，今天初九，真的是提前两天啊。哇塞，好漂亮哦！这瞬间就是喜气满满了。新郎官，今天那个任务嘛，你该把那个活路包出去嘛。哎呀，包出去抓，自己做个就是了。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小老表亲自性的在装饰婚房。朋友们，你们看那个婚房如何？漂不漂亮？